难选来了，一个是超级百搭的黑色小花，一个是非常夏天的蓝色小花，现在不能调，然后呢你就直接把它垂下来定位就可以了。这边有拉链可以方便大家穿脱，那其实呢我觉得真的超方便，只要你拉链拉好就等于是衣服穿好了。来，中间有帮你做一个腰线的一个平衡，所以呢不论你是小个儿高个儿，穿起来都会瘦瘦高高的。那它很方便，我刚刚说了它其实是连身宽裤哦。好，没有内着的问题，大家别担心。然后呢一样帮你做了很多可爱的小线条，让整件衣服不会那么样的无聊哦。屁股也完全看不到任何的肉之外呢，一样有做了可爱的口袋给大家哦。它是非常冰凉的雪纺材质，雪纺材质这一款是绵绵密密的，它不是沙沙的那一种，所以呢大家穿在身上也会非常的舒服。我身高161公分，距离地面大概还有15公分，所以呢即便是你是小个的粉丝，150几公分的都不用担心这件裤子你会太长或是穿不下。它其实上面是小花哦，然后侧边有个拉链，这边有个拉链方便大家穿脱。整个身宽啊，从胸围到腰围到臀围都是蛮宽大的，可是因为它有做一些抓皱，所以让你看起来就是蛮纤细的。